我们在 Tikapo 这边住的是这一间 Taylor Made Tikapo 这里，然后它这几栋都是，那我们住的是这一栋，然后它这里有厨房、洗衣机，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个客厅，可以在这边聚会。客厅的旁边就有厨房。今天 Tikapo 的镇上好多人哦，可能是因为今天周末吧。对，然后这边又是一个有名的观光小镇。然后我们刚刚本来要去那个观星咖啡吃早餐，结果它没有开，它封路了，因为它封路了，前面的雪可能还没有铲除，所以就封路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小镇这边找东西吃。太美了吧，超美的，这个湖边超美的，走到那边看看。在 Tikapo 这里，又到了教堂的旁边了。然后我们现在把车子停在路边，然后现在准备我们的早餐，要来吃了。我们的早餐呢，配着这个美景，太厉害了！这真是太漂亮了！你看，我们还把它摆盘出来了，还放在车上就可以吃了。Yeah? 太漂亮了啦！太美了，这里太美了啦！这里真的不管是白天或者是晚上都很漂亮，很美，超美超美。晚上是惊艳，只不过说拍不太到。对，拍到几张照片。对。地上有够滑哎、欸！等一下就滑。我们待会儿要不掰了。刚刚吃东西的小人就在那里，然后过了这座桥，这样走过来就是这个教堂了。这教堂旁边就有这个牧羊犬，这里。我们刚刚只是坐在那个石头上，等一下，拍了不知道几百。360度都可以拍照哦，很美哦。360度整个转一圈都很好拍耶，超美的。轮流拍了好久，手都好冻，真的看到手都红红的，手都冻僵了。现在我们离开了 Tikapo 之后，我们来到它附近，开车只要15分钟左右的一个农场 ，Haka Shack。这里，从这里进去，然后它这里就有一个 gift shop， 先是一个 gift shop， 然后它的 farm 在后面，羊驼的毛商品，然后还有棉被。然后还有衣服，我们现在先换一下雨鞋。Thank you. Thank you. What's happening? What's happening is we've had a lot of rain and we've also had a lot of snow. So okay. They're like chocolates to our pancakes. 主人要带我们去看羊驼，进入农场了。就在那里耶，就在那里，对不对？跑过来了，跑过来了，跑过来了。Come boys, come by. Oh my God, they are so cute. Hi. This one's name is Tick. This one's Sasuke. I'm holding the button. Oh my God. And another one coming, that one boots. The other ones belong to my next door neighbor. Hello. Papa Monica. So, cool. Then we have a Vicuna, which is a lot smaller than an alpaca. And the other one. So,
so we end up having to bottle feed. What I've got to try and do later on. Come on. 这里有好多只啊。真的有够可爱，而且每一只都有他们自己的名字，而且每一只的个性跟故事，那个农场的主人刚刚都有跟我们讲，很有趣。那边还有几只都不过来，不止几只了，好多只。我们逛完农场了，超好玩的。然后我们大家都买了东西耶，对对对，我还换了衣服，他还买了衣服，羊毛衣服，超好玩的。去看完羊驼的农场之后，我们现在来这一间在菲尔里这边很有名的鲑鱼鲜派的店，就是这家，好多人在排队哦。难得看到这么多人，这边就是有一些鲑鱼派啊、派类的蛋糕，还有咖啡这样。我们点了一个鲑鱼派跟一个 corner， 看看里面包什么。切开满满的鲑鱼啊，很好吃，很好吃。一个鲑鱼的养殖场，鲑鱼小镇，鲑鱼养殖场，走，吃吧。这里还有一个拍照的，有了。哇，连这个养殖场都很漂亮哎，你看，哇，倒影。我连这个鲑鱼养殖场都怎么可以这么好拍照啊？对不对？这个水耶，太美了吧，太蓝了，你看。都有倒影，对，都有倒影哎，超夸张的，超夸张。这边还可以自己钓这个三文鱼，下面都有鲑鱼耶，有吗？你看到吗？然后它这边里面就有一个室内的空间，可以吃东西的。然后它这里就有卖一些三明治啊、鲑鱼东西，然后还有冷冻的鲑鱼，也有这种新鲜鲑鱼的可以买。这个鲑鱼真的蛮便宜的，我们买了两包鲑鱼，来，两包，现在就在这里吃，好吃。在瓦纳卡这边会住两周的房子，那我们住的是有两层楼的哦。然后我们一进门，这里有一个冰箱，然后我们刚已经都放好了我们的食物了。然后这里就有一个厨房、餐桌，然后再来就是一个大客厅。然后这里在餐桌旁边呢，我们就放满我们的零食。哇，好丰盛！然后这里就是有一个大客厅，然后跟一个。桌子书桌，然后他这里还有提供桌游，可放在旁边那里。哪边？那里。嗯，还有，他这里打开还有各式各样的厨具的电器。哦，好贴心哦。有气炸锅，然后有果汁机，还有果汁机电锅什么的，好香。锵锵。嗯哼。现在上来楼上，然后它这里有一个主卧房，这里，然后再来是一间厕所，超棒的厕所，然后这里还有副洗衣机跟烘衣机，